很多粉丝说咱家的面包蟹不好吃，不新鲜，不肥哈。今天我给你们看一下咱家的面包蟹到底肥不肥哈。哎呀，来挖一下哈，看一下啊。哎呀，看看这个膏，兄弟们，肥不肥？到底肥不肥啊？到底肥不肥？看一下啊，看看。如果喜欢吃这么肥的面包蟹，记得来我直播间。